尊上，您在想什么？晚上回来就一直坐在这里，一动也不动。你觉得本座最近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？尊上一直英明神武，哪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？不是问这个。本座最近心烦意乱，精神无法集中，尤其是对小兰花，好多时候明明该生气。 却怎么也气不起来，反而是希望他来气我。可他却以前总在本座耳边聒噪，可现在却似乎一秒都不想和本座待在一起。本座耳根清净了，心里却反而……你说？ 本座到底是怎么了？小兰花，小兰花，你等等我！小兰花，属下最近也有如此症状，但是具体缘由，属下也不是很清楚。